用塔下路加福音。那时候耶稣主出去，听着一个水里名叫洛比，到水光走过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来对我。”伊就放弃一切，跟随了耶稣。洛比到家己个家来，为耶稣主拜祷，尊做水里个朋友，给人做母。法利赛人甲经师就唔欢喜，对伊的门徒说：“做你那个师傅甲水里甲罪人做不假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唔是健康个人需要卫生，而是有病个人。我唔是来调教义人，而是来调教罪人悔改。”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今这个福音就提到耶稣主调教这个水里啊，下码头，了码头就真欢喜，就请到，了伊个朋友啊，其他个水里，耶稣在伊人做不食。那经师甲法利赛人，伊人就未欢喜，伊人就埋怨，那阵伊那个师傅啊，甲即撮水里甲侪人做不食。法利赛人甲即撮经师，伊人专门推一家人是罪人啊，因为伊人受所谓个即个门食个法律，了家己也定了尊罪个碎碎掉个即个。规矩，拢总爱出咱去守，了无变守个人啊，伊人就判定伊人是罪人。了虽然因为是家己作罗马人受税个，推伊人受税个，所以是或者家己作外邦人啊，罗马人是白格就是，所以受伊人批评，但伊人是罪人。但是耶稣主个态度无相像，法利赛人个经师一方面定即撮人为罪人，了另外呢就是因角色个态度，就那即撮人啊都未配个人照顾，人卖菜人卖理人，人个人踢去一边。耶稣主反过来，耶稣主那是你因为角色个人是罪人，了你就一定应该。对伊人有两面个心，毋是将伊人踢到一边，卖管伊人，而是爱去接触伊人，去修复伊人，去爱惜伊人，来帮助伊人，使伊人有办法来悔改。所以耶稣主单单一句话答：毋是身体好个人需要卫生，是破病个人才需要卫生。我来毋是调教伊人，我来是调教一撮罪人。意思就是讲。那是你真实以为这撮人是罪人啊，你就更应该去专门去帮助伊人、修复伊人、使伊人有病来回心转意，等去天主个。了这撮经师甲法利赛人，家己以为家己真强、真骄傲，人反过来哩，甲天主离开真远，人该。信仰的目的就是理解，就是咱爱接近天主。但是咱的心若是就是骄傲啊，咱就离天主真远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